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招人喜欢是不争的事实，迷弟追着看街舞，综艺未出席常驻嘉宾。作为人间素材库，行走灵感源的王一博，最近真的太忙了，不仅要录制这就是街舞，还要兼顾天天向上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在跳街舞的同时还被友情客串了一下其他综艺。在超模吕燕的动态中又得知他顺便接见了一下小迷弟。真是人忙名字也忙呀。这就是街舞正在进行紧张的半决赛录制，没想到王一博队长的小迷弟来了。这位在线追星成功并且合影留念的迷弟就是超模吕燕的儿子 Arthur。妈妈，你能做王一博的好朋友吗？这样他就可以请我去看街舞了。为了看街舞，为了王一博，小朋友和妈妈吕燕特意去到街舞的现场，近距离观看街舞大神们的实力比拼。小朋友也追星成功，如愿以偿的与王一博等四位队长以及喜欢的街舞大神现场合影，稳占 C 位。不过 Arthur 小朋友，你到底是因为喜欢王一博才想看街舞的，还是因为街舞喜欢王一博的呢？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小朋友的梦已经圆了。害羞的小朋友一定要继续热爱舞蹈，一博队长会在这就是街舞等你哦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王一博队长在录制街舞的同时还友情客串了一下其他综艺。王一博没上脱口秀，又好像上了。作为脱口秀未出席常驻嘉宾的王一博又一次被 Q 到了。王一博一个神奇的存在，在好多语言类的作品里，王一博经常莫名被 Q， 出勤率真的非常高。弱弱的问一句，那个啥，王一博先生的出场费是不是应该结算一下了？手动掩面偷笑，突然很好奇王一博讲脱口秀是什么样子，有点特别想看王一博参加脱口秀节目呢，毕竟王一博的笑点那么低，相声王鸭博都可以，脱口秀也不是不可能的吗？王一博虽然不在脱口秀大会，但却从不缺席每一季的出席，果然优秀的人都喜欢王一博。其实好多相声脱口秀演员都喜欢 Q 王一博，比如王冕妈妈的大儿子，呼兰的钻石与王一博的理论，再比如栾云平，烧饼口中的王一博是的那么好看，就连何广智的衬衫也被眼尖的网友发现竟然是王一博同款。深切地感觉到，大家真的是有机会就要将一博挂在嘴边夸一夸，大家是真的很喜欢一博，也喜欢提到一博。不仅是国内的综艺节目，就连国外的艺人也喜欢 Q 王一博。日本演员樱田通在脱口秀环节中就 Q 到过王一博，他想休息的时候来上海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想在上海偶遇王一博，他那么帅，很想一睹芳容。就连法国著名动画导演 Thomas Struck 在回答粉丝提问的时候也 Q 到过王一博。人间素材库，行走灵感源的王一博，人不在江湖，江湖永远有他的传说。谁让王一博是路人缘超级好的正能量偶像呢？所以走在话题前沿的各大脱口秀节目时不时都会 Q 一下王一博。虽然很多综艺王一博没有去过当嘉宾，但若提到王一博就是热场小窍门。又帅又优秀的男孩子谁不喜欢呢？并且他的粉丝小摩托们也超和善，不会因为被 Q 自家偶像而不满，该感谢的感谢，该捧场的捧场。不过各大综艺节目中被 Q 的王一博先生，他真的没有上过脱口秀。也谢谢各位脱口秀选手、相声演员及海外朋友对王一博先生的抬爱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这就是街舞，我们王一博队长跳舞真的超棒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